你又唱，你是不是唱这首歌？对吧？好好好，你刚好挑到一个。下课。我十分钟的恋爱，十分钟的恋爱，哇，好。这是一首非常复古的歌曲，这是以大小 S 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开始，我们就是直接按旁边老师三个，好不好？下一把吉他，直接现场即兴一下，十分钟恋爱。中国新说唱，这就是有唱。
我是歌手，太厉害了。